王世坚投刑8年，抱歉不退学。我洗好了，你快去。急什么？你老婆又不会找你。喂，王世坚也是来自家业，你看。一周刊拍到8月29日晚上，被市议员王世坚开车进到这家摩铁，而车上的人就是他的前助理，也就是8年前曾和他上摩铁的小文。我向社会大众道歉，更向我太太、我的家人道歉。我一定深自反省，不再主动从事任何竞选活动。我静候大家决定我的去留。谢谢。过去我一向认为只有公领域那么应该被检视，私领域的我就可以不必再。原来他是开房间，奸情曝光嘞！这下子世间情变世间情啊！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8年相许。可以这样吗？分享出去，大家来评评理。